就是掏耳朵的来了，成都人都知道，啊，掏耳朵的过来给我掏个耳朵。享受的程度还是要以客人的耳道来说，有的人掏得很舒服，有的人掏得不舒服。有的人说，一挨到我的耳朵，一摸到我的耳朵，我的感觉浑身都在起鸡皮疙瘩，是怎么回事？走入这个社会，让更多人知道了解这门手艺，让他上一个台阶，别让人瞧不起嘛。